爱玩客放暑假，今年夏天爱玩客要带你疯跳岛中岛。我连拍啊！灌篮啊！灌篮子！好！红滩的，那它退潮的话，我们看到中间有一条白色的线。退潮的话，它可以从鸟语，那个就是连在一起。哎，从鸟语走过来。那狼嘞？海胆，哇，碎哟碎哟。哇，卖！可以给我一个肩膀。可以。你跟我想象的不一样啊！白白是芋头，你们卖几？今年应该第二十三年吧。啊？是不是快到了？差不多就是一个人的上辈，在场。哎呦！中中，好不好？这边就所谓的潮间带哦，这边什么不要去钓小卷。不潮间带比较好玩，东西很多可以吃。这是中螺吗？不是中螺啊，中螺差那么多。跟我一样，有点瞧不起我。暑假最好玩的台湾跳岛玩乐行程都在 Seven Watch 七月号杂志。